好 ST 度今次就會介紹長沙灣車站指南啦，2015年七月版本都係，即係冇黑，都仲有黑黑嘅。呢個就係加油圖啦，有成85個地標，攞一底俾你睇下，你係唔讀噶啦。睇翻前面，揾翻佢嘅位置，因為就係放課時間同埋電話。呢個就位置圖，即係結構啦。咁你成日做啲嘢揾排除，行山先啦。我手機可能點解少啲人幫手，其實可以自己讀得出。1.2嘅路線圖咯，都冇影啦。呢個一號圖，呢個二號圖，點解好似？咁喺深水埗咧，列車埋到一號台，上落客離開去，去荔枝角。咁喺荔枝角嘅嚟嘅列車埋到二號台，上落客離開去深水埗。咁呢個嘅模型同埋呢個嘅車站指南就介紹到嚟呢度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